大家辛苦了，可以回去了。我们可以说明一下调查状况。对，调查状况可以给我们说什么？今天没有新的。可以，那我们下面介绍文章。等一下，我介绍文章。今天没有新的。对对对，好。今天没有新的。我们去了可以的。好不好？谢谢啊！不好意思，今天没有新的新闻了。今天没有新闻。董事长可以说明一下代理商制造型号只有一个吗？辛苦了。今天真的没有，今天不会再发布任何新的新闻稿了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大家。小心，对。今天不会有新的新闻了，对。好，那有更新的讯息。我们在大家是那里是就看到一间空房子啊。你们当时他们签约的时候没有好好调查一下吗？这个请问当初是跟谁调的？小心，不要跌倒。今天没有新的讯息的，真的是。谢谢。那请问先调查进展有什么可以跟我们说一说的吗？没有，我们已经说过了。谢谢，我们已经说过了。今天没有更新的讯息。今天不会有更新了，好吗？谢谢。那有新的讯息。